爸爸妈妈拿餐盒，小朋友拿礼物，对，哇，给我们一张妈咪拍拍手。我们小朋友可以拿到一个我们安全杯盘哦，那个护杯盘，以及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拿到一个餐盒，不要忘记哦，可以拿到这两份礼物。来，所有小朋友跟宝宝，我们站起来，麻烦你们两位看我。今天呢，除了是我们的运动会之外，下礼拜你们知道五月份有个很重要的日子是什么节？母亲节还是圣诞节？母亲节要到了，我们谢谢辛苦我们的妈咪，还有我们的爸比、阿公、阿妈，我们所有宝宝们来跳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，好不好？所有小朋友跟爸比、妈咪，麻烦你把你的纸手指刀借给猴子老师，我们一起摇一摇。我做一次，请你跟我说一次哦，妈咪，妈咪，我爱你，跟我说一次。妈咪妈咪谢谢你，欢迎你们，妈咪妈咪谢谢你。请问一下，平常你们在家里爸爸妈妈有没有煮香喷喷的饭菜给你们吃？有。如果你生病的话，妈咪有没有在旁边照顾你？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有没有在旁边喂你吃药保护你？有。你有没有很爱妈咪啊？怎么会没有呢？啊！小小打开来，宝宝王，你们知道我们妈咪的手语怎么比吗？怎么比？哦，对，好厉害，就是这样子。妈咪很可爱，所以妈咪是小喵喵。请问宝宝王，把你小喵喵伸出来，给我比一次，这样听懂？